birthday，想到就是他比家认识，同时也介绍了我们学习的这个道次理论。完全的道次理论呢，完全，它只要是继承的印度佛教的两大，就是生寡。增光、广行，也就是中观学派、瑜伽学派，这个大乘佛教啊。从印度佛教的历史上来说，就是印度佛教的历史呢，分为就是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初级大乘、中级大乘、晚级大乘。当然，原始佛教啊，是既有大乘也有小乘啊，既有声闻乘也有不大乘。那部派佛教呢，是佛陀灭度后100年。差不多是100年以后出现的。部派佛教呢，主要盛行的是，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乘。小乘佛教，但是这个部派很多啊，只要有。善坐部、大乘部，善坐部里面有很多部派，大乘部里面又分为很多派，所以有18部的说法，甚至还有更多。我们汉传佛教有一部论典，叫做《地部中论论》。就是反映了当时部派佛教的思想。现在在南方国家的盛行呢，佛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南传佛教。南传佛教呢，就是继承了早期的部派佛教思想，那么在部派佛教里边，有几个部派是比较大的，你看有部啊，什么金部啊、金亮部啊、大乘部啊，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代表性的部派，现在在我们汉地流传的，就是玄奘法师啊，玄奘三藏翻译了大量的有部的论点，六祖一师
间，六祖一生，就是一生就是指大智多杀论。六祖呢，就是其余的六部论点，这些论点啊，都是覆盖佛教的认知呢，对《阿含经》的诠释、解读。可惜我们现在的人啊，没有人有耐心去读啊，里边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那乃大乘佛教分中极大乘、中极大乘和缓急的。初级大乘主要是奉行的是中观般若思想，般若中观主要是奉行的是。中级大乘的主流啊，是一切，一切为实。那么晚级大乘呢，主要是奉行的是命中。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在印度呢，在中国，在中国是有八大派别、八大宗派，但他的思想在印度啊，只要有两大主流，就是一切学派、中观学派，这是像。毕竟在《南海经》传里面就说，所言大乘主要就是有两种，一解一解，还有一种呢就是中观。但是让我们从大乘经典的内容来看呢，其实它应该是包含着三个体系的思想。所以从太乙大师、定老都把大乘佛教判设为三个体系，就是唯识、中观。唯识就是叫希望唯识系，因为唯识讲万识。中观就叫性空唯明，因为讲一切法都是性空的，只有假名。还有就是叫真禅为心，讲真心，讲如来藏的心。只要我们看这个唯识中，就是继承这个唯识的这个基础建立起来，一些学派建立起来。看这个三论中，就是继承中观这个思想建起来。那么看这个禅宗呢，那么就有很浓的这个如来藏、如来藏的思想。那在藏传佛教里边，面向大圆满、大宝印，它基本上就是立足于如来藏的这样一种见地。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印度的这个大乘佛教啊，就是有这样的三大思想主流，其中呢，尤其是中观，中观学派
理学学派，这个两大主流吧，影响特别的大。那么医学学派和中观学派，这是两个独立不同的体系。我们昨天也说过了，在印度啊，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对抗时期，后来又走向了融合，就是有一部分这个出现了医学型的中观学者，他就是继承了中观的剑，同时呢又继承了医学的菩提心和菩萨行的思想。那阿底峡呢，就是继承了这个系统，然后宗喀巴呢就继承了阿底峡的这个体系的思想。所以我们今天到自己的思想，它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传承，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传承。就是我们昨天说到了阿底峡，他的家世，他的成就的功德，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一讲他的所做的事业。大家翻开书，即金刚座大菩提寺，曾经翻世四古外道，令造佛教，为内中上下之故，书部有未达及结节疑惑等垢，企图令尽，增长正法。各派对之心及爱性，不分数类，视同一。在这个阿底峡尊者啊，在住持这个金刚大菩提寺的期间啊，曾经啊三次的四古外道，在印度这个国家。宗教就是各种宗教思想啊，非常的丰富。像佛陀在世的时候是96种外道，那么各个宗教之间呢，这种辩论也很频繁，就是佛教。就是一个宗教，如果要在印度啊，你要立得住脚啊，那么你需要有人才，因为你要是没有人才的话，你要是这个在这个理论上啊，或者说你在辩论上啊，你输给别人啊，那你就麻烦了。哎，就是你如果辩论输了，你可能你这个寺庙就要让给他了。或者你就要当他的徒弟了，在印度啊就有这样的传统，甚至呢就要砍头相谢。哎，那如果不砍头相谢呢，那你就跟着他。或者有的说一个外道，他如果到你这个寺庙来，他找你辩论，你要辩输了，或者你这个寺庙从此你再也不可以搞任何活动了。就是你看玄奘大师当年在印度啊立了一个大乘，这个叫身为质量啊，那么在18天之内没有人能改了一个字，他就说如果变输了我就砍头相谢，如果谁能改一个字啊我就砍头相谢，结果18天没有人能够动一个字。所以这个印度这个国家它的这个思辨，他的辩论术啊，非常的流行。那么这个阿底峡尊者啊，他是智慧遍海无碍，所以他曾经三次四度外道，让他们接受佛教。
为魏征善驾之父，有魏达及解解疑惑等奏，请出令箭，镇斩正法。那佛教内部啊，佛教内部有很多人啊，对佛教啊产生错误的理解或者疑惑，那么通过呢这个阿底迦尊者的开示啊，都能够使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的见解。消除他们的疑惑，使他们能够建立这个政治正见。各派对之心即爱敬，不分部类，志同道合。所以各个部派，这个佛教里边啊，各个部派啊，对阿底迦尊者啊，都非常的这个恭敬。不论是哪一个部派啊。都把它视同顶级是像这个头顶上的一个，就是你看我们那个佛陀的32相里边啊，其中就有一项就是顶级，就是头顶上长了一个很庄严的一个，这、就是一个特殊的相。那么这个讲呢，就是阿底迦尊者啊，他在印度所做的事业。那么下面呢，接下来就是讲他在西藏所做的事业。上人引起尊者入藏弘法，虽经多次，心未邀。自当上完菩提观顶正时，复结前史，言请尊者。乃门降临，依众劝请，整理教务，所有菩提道论等，总摄一切简密精要，前后游宿，暂未达20年，教化无断。凡具根基者，皆能利益。这个讲的就是。这个阿底迦尊者啊，被邀请到藏地弘法。这个因为当时呢，佛教啊，经历了这个就是乾隆起，经历了这个染达玛的灭佛啊，灭佛了之后呢，当时西藏的政治啊、文化啊，尤其是佛法啊，差不多进入了100多年的黑暗时。那么慢慢复兴起来的佛教啊，当时整个这个教界这个信仰啊很混乱，那种尤其那种密宗的盛行，因为他们不太重视这种显教的基础啊，讲究求这种气脉凝典啊，或者讲究那种各种道术啊、喷刀啊、助火啊，或者这个不少戒律啊等等，出现了很多。这个不如法的现象，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小乘和大乘的关系啊，显教和密教的关系啊，就是有很多问题。当时比如说阿底迦尊者进入西藏的时候，这个菩提光啊，就是当时的国王向他提出了7个问题，那么其中就有包括，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昨天也说过。就是发心和慧的问题，这个是不是两种都是要对？那这个还有就是别解脱戒啊，就是受持戒啊，还要不要依这个别解脱戒？那么。就是提出了一部分有关于显教的问题，那么也有提出了一部分有关于密教的问题，还有就是显教和密教的关系的问题。那么当时人这些问题都搞不太清楚啊，所以呢，这个菩提观尊者啊，他就这个多次的派人到印度去求法，并且呢，希望能够请教啊这些印度的这些大德。那
那么后来呢，这些到印度去求法的人，他们就这个看上这个阿底峡尊者，他们就想尽办法去请。但是原来请了多次啊，是因为邀你都没有同意，因为印度啊到西藏啊，毕竟啊也还是不容易，还是不容易。而且当时阿底峡在这个印度啊。他的这个地位那么高，很多人也是需要他，不仅是西藏的佛教需要他，印度的佛教啊，同样也是需要他，因为佛教在印度进入晚期啊，事实上已经是一种进入一种衰微啊，这个的状态了。是当藏王菩提光顶正时，复迭前史。元庆尊者乃名降临。那么阿底峡尊者到印度呢，到西藏呢，是在这个菩提关。菩提关就是一个阿里的国王。那么原来这个菩提关有一个师父啊，叫智慧观，他是出家，他是一个出家的，但是他也是一个这个原来也当过国王啊。那么他为了这个请这个阿底峡尊者啊，他呢。就是到处去，就是去说要希望能够多搞一点黄金啊，这个拿去供养这个阿底峡尊者啊。那么后来呢，因为在这个就是去这个烧制这个黄金的过程中呢，结果被异国的一个国王给抓住了。套留住了这个帝国的国王啊，他就希望他要改变信仰。你要不改变信仰的话，那么除非你要用跟你的身体一样多的黄金来把你赎回去。那么这个菩提官呢，他为了把他这个叔叔啊能够赎回来，他就到处去想办法的到处去找黄金啊。那么后来一直找，找到最后啊。还差一个头那么多的黄金，那再也找不到了，然后就去找这个异国的这个国王商量了。但是国王呢，他还是不同意。那这个智慧官啊，他就说你也不要急，你也不要把这个黄金啊交给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接见的这个国王啊，就是说你把这个黄金啊去求法，反正我年纪大了，我为法献身了。这个我回去也没怎么用，还是拿着这个黄金啊，去这个，就是这个去请这个阿底峡尊者啊。那么后来他们就拿着这个黄金啊去请，就是吧，这个阿底峡尊者啊，就是请到当地，他的这种诚心啊，感动了阿底峡尊者。那么到了这个阿底峡尊者到了西藏之后啊。一众乘警整理下午所有菩提道地论，那么阿底峡尊者到了藏地之后呢，做了很多事情。那么其中最著名呢，就是他写了这个菩提道地论。那么这个菩提道地论也叫菩提道根论。这个道根论主要就是针对。当时呢，这个菩提官啊，这个国王啊，所提出的七个问题，这个所做的解答，总摄一切简密精要，这个道地论啊，它是这个虽然说它的内容并不多，只有几十个颂啊，但是它的内容啊，非常的丰富。总摄一切简密精要，把这个整个佛法的修行啊，应该具备的一些从这个次第呀，以及在这个修行佛法中应该具备的一些主要的要素，和以及呢这些要素之间的这些关系啊，都做了非常好的说明。这个道地论，这个菩提道地论啊，他提出了比如三世道的思想，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那么提出了这个就
关于大圣的皈依，还有呢，发心菩提心的重要性。那么戒定慧三学的修行里边，谈到了这个耶解脱戒和菩萨戒，耶解脱戒和菩萨戒的这个关系和重要性。菩萨戒要以耶解脱戒为基础，那么尤其在智慧的这一部分里边，就谈到了方便和慧呀，就是成佛啊，缺一不可。那么接下来又谈到这个密乘，就是显教和密教的关系。所以这一部分呢，这个菩提道地论啊，在这个西藏的佛教史上啊，应该说它也是属于一个奠基之作啊。我们现在学习的菩提道四谛论啊，基本上就是继承了这个道地论的思想，那么应该说它是更完善了，就是比这个菩提道四谛论呢，它应该是更完善的。那么这一部论呢，就是法身法师有翻译，就是这个菩提道四谛论。那么现在台湾有一个法师叫如是法师，他也有做的翻译，就是菩提道真论的，他也写了一本书，这个书我们这里也有。因为当时这个阿底迦尊者写了菩提道地论，以这个寄送的方式写出来之后，他又写了一个注释啊。那么学习这道地论，自然就要把这个寄送啊和注释啊结合起来看。前后游宿大瑞家20年，就是阿底迦尊者前后啊，在这个西藏啊，阿里呀，后来又到这个拉萨，前藏后藏啊，这个住了20年，教化无上，教化的人很多啊，这简直无算，就是都算不出来的。凡系根系者，皆门利，凡是系住根系的，要是没有根系啊，那就没办法了。那接下来，如是开显能人之秘密而造论者，其能作者定第三种圆满之意：一、须所知五明处善巧；二、于修持之要义，须有从师家传辗转传来，师师相照，终无断缺乏不教缺之教造；三、须得即便本尊等等定可，三者之中，虽随即其亦能造论，然以纯计至为圆满。真者即此三种因素完成即行。中大师在这里提出了造论啊，造一部论，写这个论点啊，必须这个应该要具备的条件，要具备的条件。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提出了三个条件。如是开显能人之秘密，开显就是把这个佛陀的经教的这个地理啊揭示出来。我们佛教的典籍有分为这个经律论三段。那论就是解释经呢，这个论解释经有两种论，一种呢是叫做中经论，还有一种呢是属于实经论。中经论就是论文式的，你比方像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菩提道地论啊，菩提道次第论啊，中论啊，百论啊，净舍论啊，都是属于中经论，就是根据某一部经或者某一个体系的思想，某一类经的思想啊，
然后进行一个系统的完整的论述，这叫中心论。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实经论，就是对着经文啊一句一句的解释的，就是解释经典的论，所以叫实经论。那么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论呢，是为中心论。那么开卷人人秘密，要造论，造论，造论，论就是为了开卷人人秘密。就像这个房间，这个房间里面有很多东西啊，有很多，但是呢，如果晚上的话没有这个灯啊，这个东西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家有灯，灯就是对这个环境啊，帮助我们认识这些家具啊，它能够起到一种开显的作用。同样的论点，对我们学习经典啊，它也具备有同样的效果。所以我们学习经典啊，我们要通过论点，通过要参考论点。还好通过论点的学习啊，这样呢我们才有能力呢，这个认识这个经典里面所蕴含的深奥的这个意义、智慧和它的修行的方法。如果没有读这个相应的论点呢，光是你自己看这个经文，你看这个心经啊、楞严经啊，光是你自己看，其实你所能够了解的是非常的肤浅。其能作者并具三种圆满心，造论啊，他说应该要具备有三种圆满的心，就是条件啊。一，悉于五明，悉所知五明处善巧。首先第一条就是要，就是对这个，就是要具备有渊博而又广泛的心。渊博而又广泛的五明啊，五明也就是在印度来说，这个五明明就是跟我们现在中国我们说的学是一样的，比如哲学、文学、科学、生物学，什么学？现在的学多啊，现在的学问多啊。那古代印度呢，他把一切学问归纳为五种，就是五明，就是尤其是佛教的归纳法了。其中有内明，内明就是指佛教，然后一明、一方明、工巧明、僧明，这是一个条件。五明处善巧，善巧就是要熟悉，熟能生巧，善巧。第二，以九识之要义。须有从出家短短堂来，师师相照，终无断绝之教。就是对这个经典里边所解释的这个意义啊，这个教呢，有从就是说要有传承啊，要有传承，就是你现在所掌握的这个意义啊，你需要有。这个曾经有过这些老师的传承，比如你学唯识啊，或者学中观啊，你学道次第论啊，有传承，有人教给你，有老师，有具备有政治正见的老师给你指导，然后这个老师呢又有过老师的指导，老师呢又有过老师的指导，那么这个一直推断，一直要推到佛陀，那我们的教法就这么一个，你看。就是历代祖师啊，一代一代的给我们传下来。第三，须见本尊，得能尽可。要见到本尊，本尊，这个本尊啊，就是在密宗里面的修行，修行啊，就是这个在密宗的修行里面啊，他们都会选择一个本尊。比如他修观音法门，就以观音菩萨为本尊；修文殊法门，就以文殊菩萨为本尊。修见本尊，能见到本尊，
并且得到本尊的认可、认可、许可，或者说你能够跟这个本尊相应啊。三者之中，虽随性其一，必能到位。这三种不是都要具备的，你只要有具备有一种，你就能到位。不是说你一定要三种都要具备。来，你存续为最圆满。如果三种条件都具备啊，那是最好的。真者于此三种因素完成具。好几家真者啊，他在这个三种因素里面，他全部都具有，三个条件都具有。那么这个就是讲的，就是。造论的三个条件，其实说明这个造论的这个三个条件啊，主要也还是要说明什么道理呢？要说明这个奥底亚尊者所造的这个菩提道次第论法的权威性。那么这个菩提道这个为什么权威呢？因为作者权威，因为作者的权威性，所以菩提道次第论权威性。那菩提道次第论的权威性啊，也显示了孙悟空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的权威性，所以这种权威啊，就是一种间接的说明嘛。这个中辉法大师既然说，哎，你看我的这个道菩提道次第论都是中辉的权威，不能这样说，这种话要别人来说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表述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菩提道地论所具备的难度和优点啊，事实上呢，菩提道次第论啊也都具备，所以菩提道地论的权威性，也就是菩提道次第论的权威性。下来就是其者本尊奢少者如。那错罗他瓦上行地得许心肝建立三昧丸永持自自在尊胜度母等能见身开启梦中或现行深广微妙法尊者常得闻记在本尊身上来到本得到，所以这个密宗里面讲修本尊啊，这个修本尊其实也是，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好的。你要是你修一个本尊啊，你就是跟一个菩萨建立的一个关系啊。你要修观菩萨的本尊呢，那你就是跟观菩萨建立的良好的关系互动。你要修文殊菩萨的本尊呢，你就是跟文殊菩萨。建立了友好的关系。那你经常意念本尊啊，那么经常呢，这个观想这个本尊的功德啊，那么在这个意念观想的过程中啊，事实上你也就是在成就这个本尊啊所具备的功德。所以在密宗里边，这个他不是讲有这个四部啊、行部啊、集结部啊、无善离结部啊，他这个部派啊。这个修的人，他跟本尊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最低的，像四部行部啊，就是我们跟本尊的关系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就是我们去找一个主人。那再进一步呢，就是我们跟这个本尊的关系，它是平辈的关系。即使你是佛菩萨，我也是有佛的品质啊，我跟你是一样的，但是我只是没有成就，我就要向你学习，但事实上我们是彼此的。那接下来呢，最高的呢，我就是本尊具备的一切功德，我也具备，就把自己融入到在观想本尊的过程中啊，把自己融入到本尊里边去。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本尊的修法
在这个修行的用心上，确实有它的善巧之处，有它的善巧之处。那奥比堪这里有好几个本尊，这个记得本尊得到的，这个来向你介绍他，他得到，他跟哪，真的有哪一些本尊啊？如挪错罗刹，这个名字就是不好念。瓦赞，就是这个人说的啊。必得起金刚，这个必得起金刚啊，就是这个起金刚，这也是一个本尊啊。这个必得是对这个起金刚呢，这个就是一种形容啊，对他的功德来形容，基础功德啊。遍历三昧王，这个三昧王也是三昧王尊，也是一个本尊。有时四自在，尊分度母准，这个是指观音菩萨的本尊。观音菩萨度母，藏传佛教讲的度母啊，它是观音菩萨的这种表现方式，一种真相。观音菩萨呢，他是勇，这个勇时是自在，勇敢时见时，世间自在，这个都是对观音菩萨的他的这种功德的形容。尊分就是这个尊，就是。身份就是形容他的这个身份地位啊，他的功德，他的人格。能现身开启，经常得到他们的现身，这个开启，就是可以经常可以沟通啊，经常可以在一起沟通啊。梦中或现前，有的时候在梦中，你修了这个本尊啊。在梦中就显现了，或者呢，这个或者平时本身就会出现，不一定要在梦中，或者在打坐中，在静中，时常都能到这个得到这个本尊的加持啊，或者说法，深广微妙法，尊者常得闻。那么这些本尊啊。经常会给奥底迦尊者开示深广微妙法，深观而广明的微妙的教法，就是有这样一个本尊呢，他经常会关照你啊。那这个讲的是尊者得到本尊的深照。下来，喇嘛传承者，佛教之传承有二：一、共中下至道之小乘教法；一、不共之大乘教法。大乘教中又分波罗蜜多乘与金刚乘，初又分三支，即深观一派与弥勒文殊，二管行派四。金刚乘中。福德各种传承皆已圆满获得，就是这个奥底迦尊者他的佛法也得到了，就是各种各样的传承。喇嘛传承者，喇嘛就是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善师啊，这个老师啊，善师啊，这样的意思。那么得到他的喇嘛传承，就是奥底迦尊者得到他的善知的传承啊，有哪一些善知啊？他有哪一些善知，或者有哪一些师父啊，给他传承？佛教传承有二，佛教的传承啊有两，佛教的传承有两种，即共中下至道之小乘教法，就是共中下至道的小乘教法。即与不共的大乘教法，我们前面在讲到尊者的这个他的求法的经历的时候，尊者曾经跟过叫什么法海顺师啊，学过大乘佛沙，那这个就是得到小乘的传承。那
及不共之大圣教法，那么真子呢也得到了什么？什么荆州啊，节俭啊，这些传承啊，那就是不共大圣，大圣的传承。那么大乘教中又分波罗蜜多与金刚乘，在大乘教里面呢，又分就是这个波罗蜜就是大乘和金刚乘，菩萨乘和金刚乘。初又分三支，这个波罗蜜层呢，又分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乘啊，在我们佛教把它称为波罗蜜层。那么这个波罗蜜层里面又分三支，分光一派，就是由文殊咪的二管行派是，第二就是管行派。那么在金刚层里面呢，又有多种传承，也就是说，声闻层的传承。菩萨才能传承，还有呢，就是金刚才能传承，这个奥地利真子都得到了，那么接下来讲，其成心定的善知识，如赞云：禅得一子师，心与他，心周结贤，其禅智。多得积聚者，别是榕树来，一一气相传，增光及管行，教造真德有。如是善知识中得成就者，共称十二即者亦多。从五明解，略如善说，故此阿舍离善人学者佛如意。那么接下来就是讲。这个阿底迦真子啊，他曾经亲近过的老师，就是善知识。那么有一个善，如善名，就是有一个就是善诵这个阿底迦真子啊，他的善诵里边说，他禅得弟子的老师啊，善知啊，有哪一些呢？有金顶巴、金州、结贤、西禅智，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那么这里边有关于。属于升官派的大德，也有属于管行派的大德。多得七弟子，他们都是七弟，就是成就了，都是得到成就的人。别是榕树来，一一气相成。那么这些人分别啊，都是从榕树这个系统，或者从文殊，或者从咪的这个系统啊，一个个的传下来的。分官及管行，教造真觉有，所以这个分官啊、管行啊这些教造啊、真觉啊都得到了。如是善知识中得成就者，共成十二。就说这个真觉亲近过的善知识、一组过的善知识啊，有150多人，但是其中有成就的有十二名。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愚者亦多，聪武明者略如善说，其中有很多人啊都精通武明，故此二者于善能结识佛之密。所以中科大师啊，对这个尊者奥利加尊者他的这个学习的经历啊，他的师承啊，做了介绍之后啊。所以就总结说，所以这个阿底迦真子他很善结识佛的秘密，因为他得到了很多传承，而且呢他有这个有大智慧，所以他有能力呢能够把这些经教里面的秘密把它揭示出来。或者我们一般人，如果我们没有智慧的话，我们看经啊，我们只能了解很肤浅、非常肤浅的一个层面。虽然你也觉得好像你看得懂，但你懂得多少呢？如果说我们说这一个道理。它里面包含着100多的内涵，那如果现在你自己去看，你能够懂得几分？你也可能只懂得3分、5分，或者10分、20分。那这个10分、20分比100分啊，还差一点。那么下边就是讲讲
这个甚至啊，有哪一些所传的著名的弟子？其实弟子中最著名的印度者有毗卓巴、法身慧、东道之子、地藏密流等，善中堪称能具持法藏的颇不法人，及最能造成真管之事业者，单推总称八为善法。以上略作略示作者之重要，详如尊者本传所。你们这个看的那个书本啊，可能跟我现在读的这个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这个本子呢，它是这个阿万兰尼堪布啊校对过来，所以你们那个呢，可能有点小小的不同。小小不同呢没有关系，这个以我念的为准，因为我这个是这个一个堪布啊，它校对过来。其弟子中最著名的，他的弟子里面最著名的，在印度有这些人，叫毗卓巴、法身慧、中道之子、地藏密流等，这个在印度的著名的弟子有这些。赞中呢，在赞地啊，堪能继持法藏者，就是有能力啊继承这个尊者他的这个教法的，颇不法的，也不少啊。这个我们要研究这个噶当派，噶当派的历史啊，这个研究读一读这个奥底伽尊者的传记啊，我们就会知道他有哪一些比较著名的这个弟子。我们这个也没有办法，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其能造成真管师之事业的，但是其中能够最能够继承这个尊者的事业。当推总称八为善法，还是一个在家居士，所以你们在家居士啊，责任也是很重大的。不要以为你们是在家居士，要不就是出家，要不啊，责任也是重大的。不要以为学完就回去上班了，只要这个要什么呢？要造成。要弟子法藏，要真管这个师之事业，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对这个研究所的在家居士的要求是，要不就是出家，要不就是建成佛教事业，没有第三条路的。以上列是作者之重要，详如尊者本传所。以上就是对尊者的这个他的传记啊，他的生平做了一个简练的介绍。那么这节课就介绍到这里。